2017年11月24日下午，对于家住包头的康英来说，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当时正在家里打扫卫生的他，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我妹妹突然给我打电话，说玩大了，出大事了，有两个男人在家里面打架，一个被打死了，说要去把电话挂断了。当时我听见他语气，挺害怕的。毕竟这么大事儿出来。 他就给他姐打个电话。康英的妹妹叫康芳，姐妹俩感情很好，经常互相打电话聊天。但像今天这样，话没说完就挂断电话的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我再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过来接了。我打了好几个，都没打通。后来我觉得事情不对劲儿。他当时挺害怕的，说他妹妹是不是也发生什么意外了？ 后来他和妹妹又失去联系了。警方失措的康英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喂，报案，我是怀疑我妹妹被人劫持了，在什么地方？她好像在镇区里头，就跟我说是她是昨天晚上有两个男人在他们家打架，但是其中有一个人被打死了。但是他电话没说完，话没说完，他电话就挂了。我再打过去好几个电话，他都没接。说他妹妹被劫持了。 哎，当时我们感到挺严重。接到报警电话，民警按照康英提供的线索，立即赶往了康芳的家里。根据初步的调查，警方得知，康英和康芳姐妹俩都是从宁夏嫁过来的。康英居住在包头市，而妹妹康芳则是住在离包头不远的五原县。 康芳36岁，在家务农，由于丈夫经常外出打工，公婆以及正在上学的女儿主要由她照顾。在婆家人眼中，康芳是个勤劳顾家的好媳妇。眼下，不管是康芳的家人，还是负责侦办此案的民警，最关心的就是谁劫持了康芳，为何劫持康芳，康芳究竟在哪里呢？聚焦一线，直击现场。 被挟持的女子突然失踪的男人，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背后隐藏了惊天的秘密。一个干净异常的案发现场，一条短信酿造的家庭悲剧，警方如何透过谜团查到真相？巧合的失踪，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康芳的婆婆告诉民警，他们最后一次见到康芳是在2017年10月24日的上午。当天的上午10点多，从家里离开的。当时自称是准备要去那个，镇上面小学看他孩子去。我们马上派人赶到小学，找到他孩子，了解康母并没有到学校。 找他孩子，所以挺蹊跷的。康某为什么要离开家？他为什么给他姐打电话？康芳离开家的时间是上午，给姐姐康英打电话的时间是下午，也就是说，在这中间的几个小时里，康芳很可能是遭遇了一些变故。那么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不知道康某。 现在这个情况如何？受没受伤？会不会危及到他的生命？然后我们又增加了警力，扩大了范围，进行查找。五原县公安局塔尔湖派出所派出了几乎全部的警力，分成了数个小组，在康芳平时经常出入的地方展开了细致的查找。同时， 另外一路民警也对康芳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排查，他们希望能找到有关康芳行踪的其他线索。康某一般是不外出，平时就待在家里，种种地，喂喂羊。他是照顾朴实的农民嘛，是从来在村里头没跟任何人争吵过呀，就是发生过口角这些。
不可能有仇人就是吃死他，天来了家里头也没有，就是打工只收一点钱以后也不多，不至于去吃死他。这是康芳居住的房子，在民警看来，这里应该会留有一些线索，因为据康芳的姐姐说，妹妹在给她打电话时曾经提到有人在她家里打架。墙上有两点血，有两点血，当时以后了，我们也不敢让点，因为上来他这个地下还放着两只鸡嘛，也是杀的鸡以后退出来了，也许是鸡血。开始探讨，也说鸡血怎么在那个屋里边墙上，就开始对这个开始细查了。警方调查发现，康芳家的物品摆放整齐，门窗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显然是没有外人或者陌生人强行闯入。唯一让人觉得异常的地方是厨房，这里明显可以看出被人刚刚清理过。地面是砖的，而且被清洗过，这个底下，而且那个砖清洗的比较干净。为什么它地面这么干净？都是用水洗过，他别的房间的地并不干净。猫屎。当时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都有这个喷射状血迹。这个砖缝里边也有血迹。不能是100%确定他是发生命案，但是我觉得绝对是很严重的案件了。看着眼前的情形，民警判断在这个房间里肯定是发生过严重的流血事件，但究竟有没有人死亡，民警并不清楚。那么在这个房间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儿呢？康英说，妹妹康芳很可能是被人挟持了。康芳在跟姐姐打电话时曾提到有两个男子在她家中打架，这两个男子是谁？现在又去了哪里？现场的血迹又是谁留下的呢？凭借现有的线索，警方还无法准确地还原案发过程，但是根据现场勘查的结果，这两个男子能够和平地进入康芳家，这说明他们和康芳应该很熟悉。康芳的社会关系并不复杂，和他熟悉的男人没有几个，警方决定首先将侦查视线锁定在康芳的家人和朋友身上。电话中拳脚相加的男人究竟是谁？一串神秘的脚印又会把警方引向何处？巧合的失踪，一线正在播出。民警在康芳家进行现场勘查时，并没有见到康芳的丈夫。康芳的婆婆告诉民警，儿子应该是还在外地打工。民警让康芳的婆婆尽快联系上自己的儿子。而就在此时，康芳所在村子里的另一户村民过来找到了民警，说也有情况要反映。是他丈夫从昨晚到现在以后失踪了，找不见了。报案的是村民赵刚的妻子，她告诉民警，11月23日的晚上，丈夫赵刚在家里招待了一名亲戚，两人都喝了不少酒，她就让丈夫和那个亲戚在东屋休息，自己则回到西屋睡觉。睡到6点来钟了，早上6点来钟起来以后过来和他们吃饭，就发现他的亲家在家还睡的，发现这个她丈夫就不在了。一早起来才发现她丈夫不在了，然后打电话也打不通。赵刚的妻子找了一天，问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却没有一个人知道赵刚的下落。村民反映，赵某平时也挺好的，就是本分的种地人，和村民们没有矛盾，没有发生过纠纷。赵某在村里面，为人处事都很好，邻里关系啊，村里面对他评价都挺高的，没有什么坏习惯。赵刚46岁，
在村民眼里，同样也是老实本分的他，怎么会一夜之间就不见了踪影呢？赵刚的家人百思不得其解。这两个案件都是一个村的，当时我接到第二个报警以后，我就觉得这两个事件绝对有关联。民警的怀疑并不是没有根据，在调查中，民警发现赵刚家和康芳家距离非常近。康某和这个赵某家就隔条路，距离也就是最多了30米。对邻居进行了询问，询问赵某和康某有没有平时有没有矛盾，两家之间关系怎么样？邻居都说两家关系都挺好的。按照村民的说法，赵刚和康芳两家的关系非常好，而在调查中，民警也多多少少了解到了一些相对比较隐秘的信息。村民的反应就是他和那个村里几个人比较关系比较暧昧。康某平时和村里的小伙子经常玩牌斗地主，玩得比较开放。据警方了解，康芳平时喜欢打牌，和村子里的一些小伙子在打牌时也传出过一些流言蜚语，但是这些经常在一起打牌的人并不包括赵刚。就在民警准备一一核实这些情况的时候，赵刚的妻子告诉了民警一个他之前发现的很有价值的线索。发现一串脚印嘛，他就送这个脚印走在这个康某家，这个墙脚下脚印就没有了。后面他再没发现出来的脚印，这个说明赵某有可能在康某家。他还去康某家看过，当时康某在家，看了一下康某一个人在家，也没有发现他丈夫。赵刚的妻子说，这些脚印是他在11月24日上午发现的，当时他顺着脚印找到了康芳家，而康芳矢口否认曾经见过赵刚。一个是失踪，一个是这个被挟，怀疑被挟持，而且他是一个村的，是一男一女。当时呢，我们也考虑到以后是不是两个人以后自己有私奔这种现象。这些脚印让民警对案情的发展有了新的推断，他们觉得赵刚很有可能就是康芳在跟姐姐打电话时所说的那两名打架男子中的一人。那么另一个人又是谁呢？会不会是康芳的丈夫？我们首先怀疑是康某的丈夫，因为康某的丈夫常年不在家，在外打工。一个警情他是酒后失恋，一个警情说家里出了事。那么听到这个情况以后，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要把他按照命案来侦查，因为这些案件娃娃是非常复杂的。也考虑到他是一起命案了，这个命案了，但是你必须得把尸体以后找见。他的作案动机我们不掌握，不知道犯罪嫌疑人的情况我们确定不了。康芳在给姐姐的电话中提到有两个人在打架，一个把另一个给打死了，他并没有说清楚是谁打死了谁。民警现在担心康芳的生命很可能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此时民警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找到康芳的下落。找到康某是重中之重，他是最知情人，他就是不是一个同谋，他也是一个知情人，直接的知情人。我们所有的工作都要指向康某，围绕康某展开。根据目前已知的各种线索，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2017年11月23号晚上，喝醉酒的赵刚来到了康芳家中，被康芳外出打工突然返回的丈夫发现，于是两个人厮打了起来。在厮打的过程中，一个人失手打死了另外一个人，害怕败露，于是清理了现场，
带走了知情的康芳。真相会是这样的吗？康芳现在到底是生是死？嫌疑人又会如何对待康芳呢？随着时间的流逝，警方做了最坏的打算，但即便这样，也要不遗余力地去寻找康芳的下落。失踪女子在宾馆意外现身，是被挟持还是自愿离家？一段畸形的恋情让他们彻底走上了不归路。巧合的失踪，一线正在播出。随着案件侦查工作的进展，民警开始以假定有人遇害为前提，启动了命案侦破机制，一方面继续寻找康芳和赵刚，一方面尽快联系康芳的丈夫。通过大量的走访工作，民警得知康芳在一家宾馆出现过。当时是说有一男一女开的房，开的房间，但是不在房间了，已经出去了。因为当时正好是7点多，有可能出去吃饭。专案组决定继续派民警在宾馆附近蹲守，等待康芳的出现。一个小时后，目标人物果然出现了。有两个一男一女，都穿着大棉袄，还戴着口罩，男的搀扶着女的，摇摇晃晃进来。通过我们观察，这两个都喝酒了，我们基本能确定那个女的就是康某。他们是两个人都喝醉酒，而且是互相扶的以后回来的，不像是被挟持，应该是像两人这个关系特别亲密的。由于灯光昏暗，男子包裹得很严密，民警并不能认出和康芳一同出现的这名男子到底是谁。看到康芳和这名男子进入了宾馆的房间，民警迅速行动，控制住了这两个人。据调查，被抓的这名男子叫王峰，26岁，也和康芳住在同一个村子。这个男的了，我们问他以后和你的什么关系，他就是他的女朋友。王某就是这个村儿的，他没有结过婚，家里面挺贫穷的，和这个康某家离得不远，平时就是游手好闲这么个人。王峰正是民警之前掌握的在村子里和康芳有暧昧关系的嫌疑人。民警在走访的时候一直未能联系上他，谁也没想到他竟然和康芳在一起。觉得啊，这个康某挺自由的嘛，也没有被这个王某劫持，而且王某自己说他俩是亲人关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康某很有可能也是犯罪嫌疑人。我们当时就怀疑这个男的和这个案件是一定有关系的，也许他就是凶手。此时康芳的丈夫也被民警找到了。经查证，案发前后的几天他一直在外地打工，没有回过家。由此民警推测遇害的人很可能是赵刚，而整件事跟王峰肯定有着密切的关系。不承认说是杀人了，而且抗拒心理特别大，心态也不是那种特别紧张那种，而且很放松，也不承认，什么也不说。王某那男的百般抵赖，拒不交代，装疯卖傻，他装着睡觉，闭着眼睛打呼噜。我们将其叫醒以后，然后再问他，然后他一声，然后又闭着眼睛不回答我们的提问。王峰始终回避民警的讯问。民警明白，此时如果还找不到被害人的尸体，就无法证明赵刚是否已经遇害，这将使下一步的侦查工作完全陷入被动。民警决定对王峰的住处进行细致的搜查。在这么短的时间了，他这个尸体应该以后就是不应该转移出，应该就在村里的周围，所以我们就进村里面一直搜捕的，搜寻的。
这就是犯罪嫌疑人王某住的房子。这个小土房大约有40多年了吧，这个条件很艰苦，这个连电都没有通。民警了解到，这个破落的院子是王峰的叔叔留下的，王峰不愿意住父亲收拾好的新房子，坚持要一个人借住在这里。当时我们过来的时候，走到这块以后，就闻到一股很浓的味儿，焚烧的味儿啊，烟熏的味儿，刺鼻的。是烧东西的野味儿，还有这个汽油味儿。最后我们把那个门擦以后，开开以后了，进去以后有发现以后有烧过的痕迹。你看那串烧的了，用来了，这是盖着的。当时我们过来的时候，这都是烟熏的痕迹。你看，这是烟熏的痕迹，这也是烟熏痕迹，上面有，下面都有啊，房顶上也有，都是烟熏的痕迹。着火处是那个，炉灶，但是没有锅。这说明有人在这个炉灶上烧过东西，而且，烧了挺长时间，把整个屋子、屋顶、墙壁都被熏黑了。我们这里这个凉房一般是不生火的，它是储存杂物的。根据多年的侦查经验，民警推测，在这个堆放杂物的房间，嫌疑人很可能实施了类似于毁尸灭迹之类的行为。当时我们走到这块的时候，刺鼻味越来越浓了，就是很难闻很难闻那种。当时就是发现，我觉得就是也说不清的什么味儿。哎，小姐，等，好嘞，这点倒片了啊。发现这个里面那个屋子里面吧，地面呢鼓起一个土包，我们就发现这个土包是上面有虚土，发现很可疑。堆放杂物的房间里面还有一间屋子，也就是在这间屋子里，民警觉得土包下边肯定有异常。用来了，盖着了。当时我们就对这个土包进行挖掘，也就挖了几厘米吧，就发现有问题了里面。又挖两下，发现露出这个尸体的一部分。2017年10月25日凌晨3点，民警终于找到了被害人的尸体。经辨认，死者的确是赵刚。在证据面前，王峰和康芳才最终承认了共同杀害赵刚的事实。原来，康芳和王峰虽然年纪差了将近10岁，但这两个人早就是一对地下情人了。从发生男女关系以后，我就觉得她是我的女人了，我应该保护她，而且我也觉得她挺可怜的。在王峰的心里，康芳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小时候被重男轻女的父亲送人，成年后为了逃避养父母的打骂远嫁他乡，而丈夫对她也不好。然后就这儿以来，我就没有说被人爱的那种感觉吧。反正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被人爱是什么样的滋味。我好像我觉得我特自尊那种的，被人家说两句好话那种就打动了那种的。王峰经常帮助康芳分担一些家务，平时对康芳也是照顾有加，这让内心空虚的康芳一点点沉沦，深陷在这段畸形的感情中无法自拔。以前就没有这种关心呀，这种的就好像突然间就见有人关心那种特幸福那种的，也就没什么那种可以发泄呀，不发泄那种的。是第一个是大乡里头好像挺能贴上我的人，瞧起我的人，我也对他挺有好感的。而在康芳这里，王峰也觉得自己找到了期待已久的感觉。王峰的父亲40岁才有了他这个独生子，母亲常年躺在病床上，
王峰从小就没有接受像样的家庭教育，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王峰的性格越来越暴躁。哎呀，我就那一个独生子，我，那谁家好也要从小就得管，到大就不能管了啊，到大你就闹不住了。哎，他跑出外头打工，你又不跟他的，我说那么话。我说不想你去怎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说你不想你设了。王峰没念完初中就辍学了，然后开始四处打工。一转眼，王峰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可因为家庭贫穷，没有女孩愿意嫁给他。啊，就是他给说的一个来的，啊，说那个情况，所以他看不上呀，也不知道咋闹的。不是他在杨店头也可出名了。认识了康芳之后，王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柔和体贴。为了能够经常见到康芳，他故意借住在叔叔家遗弃的院子里，只是因为这个院子离康芳家最近。在交往的过程中，王峰在内心里把康芳当作妻子一样来对待，他也多次幻想着能够带着康芳远走高飞。主要他每天跟我在一块儿，有一天我们俩要是错个团，再背不需要他再回来了，这样我们俩也不用每天偷偷摸摸在村口约会了。不舍得说是把我们女儿像那种，我也就是出发于说是我没有童年，也没有成年那种感觉，就说是没有把这种我的这种一切给我们女儿留下嘛。由于康芳舍不得孩子，王峰远走高飞的想法并没有成为现实。后来两个人一直维持着这种隐秘的关系，谁也没想到这段畸形的恋情会因为一条短信而风波骤起。晚上十一点多，快十二点时候，绑冲以后就是失踪的男士了，给这个女的发了一条信息，说你们家男人在吧？当时正好是这个姓王这个王某了，他拿住这个女的手机，看见了。一看那个短信，我觉得就是个男人，我就气的，我那会儿气的不行，我就什么我说，我对他这么好，我把他一向以当个女人对待了。他居然能做出这种事儿了。我老公一不在，他就那种发点短信呀、敲敲门呀那种，反正这也没有，他完全就不听我解释，他就说是我骗他的嘛。康芳的解释并没有打消王峰的愤怒，他决定教训一下赵刚。于是，在康芳睡着以后，王峰拿起康芳的手机给赵刚回了一条短信。他随手了就是用这个女的这个手机了微信以后，还这个短信了给这个男的发了一条信息，他说我老公还在外头打工不在，你想来就来吧。死者呢跳墙进来后，一进厨房以后，当时灯也没有开。当时受害人赵某从这一门进来以后，犯罪嫌疑王某就是这个位置一进来就一下去上去就拿刀捅。我不知道他带凶器来的，然后那个人叫来他就打了嘛，打我就这一位他就那拿拳头打了嘛，然后我跳下靠，然后我就在中间拉嘛。在整个的打斗过程中，王峰始终没有开灯，因此在最初的时候，康芳并不知道赵刚伤的到底有多重。大活人也躺在那儿了，拉起抹布，然后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死了还是没死，那阵儿还骂人的嘛，在厨房，他就在安慰我那段时间有个半个来小时吧，然后那个人也就。不骂了，就不动弹了，
平平儿的就，我就就我们两人就，说话那种，可犟的那种，就感觉好像不对劲儿那种的。事情发生后，王峰表现得异常淡定，他说服康芳和他一起将尸体装进了麻袋，带回了自己借住的房子里进行了焚烧。他就说他不相信我了，他就是怕我报警那种，他现在就完全不相信我了。然后他就跟我一起来到我们家院，来把那血迹啊那些跟我清理的，他就洗的地啊那些，把血迹就完全清理。处理完尸体，惶惶不安的两个人一夜无眠。等到第二天的早上，那个死者家里头，我也就心上给我也就有点怕了嘛。我实在是蒙圈了，那种要还买点药呀，这些吃了也省事儿是吧？就是梦见说骑小车开哪哪能那种弄死我的那种的嘛。11月24日，对于康芳来说，这是个特别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他孩子的生日。康芳之前怎么也没想到，2017年的11月24日，他会在无边的惶恐中艰难度过。这天下午，康芳决定买点东西去学校看孩子一眼。就想好好过生日嘛，然后现在就事儿发来，我说姐又。我以后也可能是永远在不能给他过生了吧，然后我就说过生我就不管是说崩溃了还是自杀了那种，反正就在两个大案嘛。在学校门口，康芳没有等到孩子，却见到了追着他而来的王峰，惊慌失措的他也就是在那一刻给姐姐康英拨打了电话。他就说要跟我一打打走的那种的嘛，他就说走呀不要报警，然后两人就跑呀嘛，他就说跑呀嘛。当时什么都不带接的，把摩托车跟三轮车了，在桃湖街了底价销售了，卖了1700块钱，俩人拿走钱杀了5元钱，准备是第二天以后出逃，俩人私奔出去打工逃避这个事情。两人没想到2017年11月24日晚上，他们就被警方抓捕归案。这起案件是非常令人痛心的，那么一起三角婚外情引发了三人案件，三个家庭遭殃，三个家庭被毁，我觉得是我们全社会应该去关心关注的事情，让这些事情在我们的农村尽可能的少发生，不要发生这样悲惨的事件。目前涉嫌故意杀人罪的嫌疑人王峰，涉嫌毁灭证据罪的康芳已被当地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庭公正的判决。王峰和康芳在成长的过程中，一个是被家庭溺爱，一个是缺乏父母的关爱，这导致两个人在性格方面都有缺陷。为了弥补内心的孤独和空虚，两个人开始了一段畸形的恋情。这样的恋情注定不美好，最终猜忌不信任使得王峰用极端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害人害己。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是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